你纵然没有办法在二六时中念念都能够如实恳切至诚去参，至诚去参叫礼敬诸佛，因为每个念你都要知道是觉，叫礼敬诸佛。你能够每一个念头都能够知道是觉，礼敬诸佛，比你真正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功德都大，那叫一日一夜修犯恨。过去你礼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不过就是一个相而已。那一切圣贤叫你礼佛的目的，不是只是要你礼他的相。他要你理他相的目的是从相传法吗？是从相让你达性的吗？从相能够传法，能够见性的吗？所以到现在还叫相法起了。相法就是你看到相，它能传法的。你看到大山，大山会融合在你心中啊，你慢慢就能够感觉到你过去的种种烦恼就暂时停息呀、啊。你看到大水，大水就能够浩瀚你的心啊。你看到世间一切外物万物，居然它都能够什么？它都能够在变化你的心中的境界、心中的气氛呢、啊。所以你才会知道，这世间是活的，因为觉性是活的，世间是活的；因为佛性是活的，世间是活的。你没有这个佛性，你不认这个心，世界叫死寂。所以绝对没有说我要把佛法融入在生活中嘛，哪有这句话呢？你没有佛法，根本没有生活。你连觉不觉得融入不都是觉吗？那都不还是这念觉吗？所以，绝对不要众生的那种知见、那种逻辑，众生的知见、逻辑、言语之间都是蚩尤放物。还好我有讲过那个故事啊，所以将来讲经会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什么意思。就蚩尤在放物嘛，蚩尤最会的就是放物啊。你念念之间，在这种众生的那种逻辑的迷惑的气氛里面，你念念之间，照明他的所有一切所作，照明在哪里？就在南方嘛，南方属火，照明处，南方也叫下心，下植入处啊，长驱直入处啊，叫指南车，你就能破蚩尤啊。你能破蚩尤，都是这样子开始下手的。这不是讲故事啊，这让你已经开始告诉你们，念念之间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回去，这样子做官了。所以他当然能够圆满十方，他不二随顺，他不会在心中再起种种疑惑，他在一切疑惑之中，他当下都能够回光返照。行者在疑惑当下都能够知道，因为起疑惑处就是我现在心境的软弱处嘛。过去你在软弱处都不知道软弱处，所以他是根本凡夫嘛。现在我知道我迷惑处，我软弱处，那应该恭喜你，你看到贼啦，杀吧！我出家叫杀贼吗？哎呀，冲锋陷阵呢，出家就叫杀贼，不是吗？你看到贼啦？你怎么还会堕在贼的气氛里面，还在不断的用那个气氛不断的麻痹自己了？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行呢？我怎么找得到呢？怎么找得到？找不到，那不就是贼吗？我绝对不被那种音声所迷惑，所以他才能够入一切音声呢。所以那个不二中讲到那个其他的不二，或许跟大家没有切身的关系啊。但是在念头之中，那个烦恼之中，所有的一切呈现，你能够就是一心面对，那就是不二。一心面对时，你能够担当一切二，一切二就是你很多的烦恼、很多的疑惑、很多对自我的怀疑，那都是二。那你明白道理了，你就天天就是看到自己的心中的业感起伏啊。修行最痛苦的难行能行，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，我心里面那么多卑劣的念头，它永远冒出来都是那种卑劣、软弱，不然就是那种心里面肮脏、龌龊那个念头，你才会有的时候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人呢、啊？对吧？你别笑我，你们一样，你们有一天你也会发现，你涌出来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堕在相中、尘相之中，就是染浊。他从你要想要，我想要向善，
你居然发现心中啊，自己的心中的心魔，他就给你反面给你造孽，他不断就侵扰你。你想要向善，他就呈现很多恶念，告诉你你善不了，对吧？你自心都要告诉自己你善不了，那多可怕！所以《楞严经》才讲，自心不取自心呢，就是当下行者的下手处啊。最初就是自心取自心呢，非幻成幻法。你自心不取自心呢，只是过去讲《楞严经》中讲自心不取自心，你不知道怎么样不取啊。我自己心中现出来的，我如何不取呢？已经现前了，如何不取呢？我要已经现前了，再说不取，那不取已经是第二念了，不取已经是第二念了，跟前面那个已经现前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当你真正知道觉体时，你才知道什么叫不取嘛。因为你真正慢慢慢慢体会觉心时，任何念头现前处，觉心当下一起现前，那叫随心现前。我还不要讲到后面什么止观啊、环境啊，六妙里面的随心就现前了。就好像你真正知道镜子的人，镜色现前处，你再指的镜色，你看的是镜子，你不必等到镜子镜色落后才知道有个镜子，指的镜色就是镜子。人家说镜子在哪里，指色就是，就这么直接，让龙女成佛这么迅速，拿宝珠上佛就是这么迅速，念念之间就是如此啊。你的心中的反观能力，就是你只要念念之间熟悉成心以后，九熏成心以后，就是如此啊。所以任何念头自心现前处，你都能看到决心，那都是什么不取处吗？那都是不取处吗？像你不认这个觉体，你怎么能够不取呢？所以不认这个觉体说不取者都是外道。你认了这个觉体，你认它起，你都不取。所以古德才有那种气度，何妨它起？过去的念头何妨它起啊？因为你不知道心，你才担心念头起不起。你就知道我们凡夫逐在相末，这个业感的生成到这种程度啊。因为逐在相末，所以你担心它起啊。就好像你过去被镜色所迷惑太久了，你担心镜子再照色，不是愚痴之极吗？镜子一定会照色啊，你不要被色迷惑就好，你要知道它是镜子就好了，你干嘛担心镜子照色啊？所以你就会发现众生的用心愚痴到如是地步，迷惑到如是地步。众生，我不是讲别人，讲我们啊，讲我们。然后讲到别人，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就忘记自己，就讲我们。